1902，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东大道的住宅。1907年，底特律 North Scott 大楼和州储蓄银行、堡垒和谢尔比街道。1908年，密歇根州底特律人群在贝尔岛公园赌场。1910年，底特律海滨底特律贝尔岛渡轮码头。伍德沃德大道的蒸笼萨普底特律，从格里斯沃尔德街望下。福特大厦底特律维恩酒店的凉亭底特律伍德沃德大道，从歌剧院角落向北看底特律和附近维恩酒店的凉亭。